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卧龙影视，我是小霞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强森领衔主演的电影《海滩救护队》。说起美食喜剧，让小编要吐的槽点简直太多了，就和香飘飘一样，可以绕地球两圈了。尤其是这部《海滩救护队》，对于纯洁的小编来说，全程辣眼睛；但是对于如饥似渴的广大单身男女青年来说，剧情啥的都不重要了。以水里滴早杯，小姐姐们，在这个天干物燥的季节，分分钟让宅男们看到喷鼻血。不要以为导演只放送宅男的福利，就不管少女空洞的心灵了。电影里除了一个在里面打酱油的沙雕削螃蟹，由大块头强森饰演的光头和帅到掉渣的小布，这部电影，可以说导演姐有很多补料了哈。女演员全程都是比基尼，男演员更省不了，不是裸露半身就是一水的紧身衣，好身材也不带这样秀的吧，活脱脱把一部喜剧电影搞成身材 PK 大会吗？千万别以为这部喜剧全程都在看这一群傻屌搞笑，还有一个胸大无脑的黑寡妇，自以为能够一手遮天，实际这种人在宫斗剧里一般活不过三集。也就在电影里靠他撑场面，导演让他活到最后，即便是翻拍这样一部经典，但这部电影最后还是扑街啦，导演一手好牌打成烂牌啦。影片一开始就是狂秀身材，光头不仅是电影里男性的身材担当，更是队长，一开场导演就给了他一个英雄救傻屌男的戏份，像美人鱼一样纵身一跃跳入海中，只不过小编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只的美人鱼，看到光头大块的身姿，想想也是白瞎动作指导老师设计这么优美的跳跃弧线，分分钟就捞起了一位滑伞冲浪来，没开始就结束了的倒霉蛋，头还被礁石磕破了，美国人都是拿命找刺激的吗？话说救援队又要开始一年度的公务员考试了，小胖子就是因为看到救援队里的小 C 妹子止不住嘴角的哈喇子，也要打算去凑个热闹。人群中还有一个闪着主角光环的小骚妹子，和前来走后门嚣张到自以为很帅的小哥哥小布。因为多年的经验哈，主角必定就是这几个人了。所谓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加上救援队已有两男一女，招进去两男一女，你们正好组个三对 CP 啥的。导演你的如意算盘，地球人都知道了。自以为很帅的小布以为全世界的女人都喜欢他，一上来就用最俗套的搭讪方式撩小骚妹子，一副全天下的女人都愿意和你共进晚餐的样子，自己优美的美丽心里面没得别人鼻鼠吗？无力长腿与大胸起飞的小骚妹子，小布不仅被小骚妹子啪啪打脸，连后门也走不成，不得不乖乖参加征选。别以为人家肚子里没有硬货，人家可是拿了两枚奥运金牌的游泳健将，即使这样的光头连后门的门缝也不会露出一点，别个都在努力地参加招聘考试，他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放心，导演是不会让主角慌了嘞。光头提出和他比试一场，出尽风头还不算，还要给小布同学加戏，直接搞三个游客下海，然后我们的小布同学就抢了辆摩托车，这个驾照考的是歪的哈，一路弄得鸡飞狗跳，游客四处逃窜，活脱一个马路杀手啊。虽然方式很傻屌，可是最先到达战场，这实习资格还不是妥妥的吗？光头直接在沙滩宣布了小胖子、小桑、小布三人入选。这时候影片中的大反派黑寡妇过来了，加模加样的过来打伞。黑寡妇开的俱乐部要办 party， 我想本来邀请你们去我的高级俱乐部的，可是你们跟他不搭，还是算了。呵呵，直接说你是来张牙舞爪的炫富好了。第二天众人就开始了实习生活，救援队搞得像老美的海豹突击队一样，训练就训练吧，我怎么感觉重点又是在秀身材呢？是欺负小胖子一个人吗？你们太不像话了。训练的日子是安逸嘞，但风平浪静的日子是不可能持续太久的。这不，马上导演就安排上了一出好戏，一艘私人游艇在不远处烧得浓烟滚滚，这全是黑寡妇的杰作。因为某位市政未能办好黑寡妇交代的差事，就让手下把他弄死在船上了，还想一把火毁尸灭迹。美国人都是狼们猖狂的呀，人家好歹是十人的代表啊。美国人虽未必这么猖狂，可黑寡妇这个毒贩子眼里，杀个市人大代表，这也不算啥大事了。光头和小布两人一起，两个大男人搂着腰，同乘一辆摩托。小布在大智的光头面前格外小鸟依人， CP 感是如此之强，浪漫辣眼睛的画面小编还是不多讲了，要不然怎里会玩。话
话说众人神通天降之时赶到，该死的还是死了，游艇上的一众美女还是被救下来了。导演，看在美女的份上，你还是挺怜香惜玉的嘛。此事发生后，救援队里的众多人都觉得此事和黑寡妇脱不了关系。自从黑寡妇出现后，海滩上不是频繁的出现毒品，就是不断的出现尸体。况且电影里就你一个反派，不是你还能是谁呀？黑寡妇感情是把光头的地盘当废品回收站呢？不给你点颜色看看，你就不知道我光头管闲事的本事有多高。众人装扮一番去了黑寡妇的 party， 开始了傻屌的侦探模式。众人分头行动，一边砸场子一边调查。胖子和小布出尽了洋相，吸引敌方注意力，一然而并没得啥子卵用。众人虽无功而返，但仍旧秉持着打不死的小强精神，又去了验尸所，想看那位人大代表的验尸报告。虽然在这有了新发现，可黑寡妇半路派人把证据给毁了。有比没有什么卵用，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也就算了，黑寡妇派去的杀手反倒成了受害者。这么溜的五杀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，兄台？冥冥之中，导演那自有注定。光头已经被黑寡妇收买的上司炒了鱿鱼，没办法，要保住最有潜力的小布同学继续战斗。话说黑寡妇又开了一次游艇 party， 开 party 不要钱的吗？要钱也经不住你浪子走啊！众人又一次来到 party。小布发现黑寡妇在游艇开 party 是为了运毒，找到了实锤之后，光头和众人一起合力把准备逃跑的黑寡妇炸上了天。这场战斗的 MVP 非光头莫属了，小布同学其实就是一个吸引火力的。翻拍撕了，影片就结束了，不要以为大团圆是啥子感人肺腑的画面，只不过又是一波身材秀。所以这部电影的槽点是卖乳，看电影也是乳。今天故事讲到这儿就结束了，感谢你们收看，最后小主不要忘了关注点赞哦。